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试玩游戏啦，我们今天其实要做的是中石通的整人企划。好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被我抓住的感觉，类似这样。哦，夸张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先下。嘿，大家，虽然我出现脸是用打码的，但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面试有点硬的试玩游戏，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试玩游戏啦。我们今天其实要做的是中石通的整人企划。那我今天绝对是找一个我觉得他可以接受的女生去吸引他，让他不会对我生气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空间藏了几只镜头。噔噔噔，我们很堂而皇之的就插在电脑上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越明显其实越不在意，你会觉得很正常的东西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藏得有点明显。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那么小的东西他通常不会发现，他连他的那个厕所上面壁癌他都要过很久才会发现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什么感觉，他不会特别想说啊那边怎么会有个镜头，不可能，就不大可能，就是他是一个这么粗线条人。好，那我们就 go go。 好，那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关那个女佣？感情状况哦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目前有男朋友。好，不要继续玩了。还是你要这时候问你个喜欢部位，直接臭脸。好，喜欢部位。那你会想摸摸看？不男内。看闻一下。好啊。我有带很多衣服，我进去换给你。欸，他头很翘欸。欸，那个，我先出去接电话，给我打电话给我。那你先玩。我要继续玩。你要你继续玩。哈喽。等一下。你在攻击我吗？啊！等一下！你吓到、喔？你不要害怕，没事的。吓到？好。很害怕吗？痛感？表情。然后后来呢？好，你顺利进去了，然后出来。像通哥，你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？什么样的女生哦？我觉得个性比较好，然后那个女生在游戏词超伟大，所以刚刚直通就已经有点感觉不错的那种感觉。他刚才说，我他乳头很翘因为有一些问题，他就说可不可以穿内衣呢？可以，然后就没了。你看他最喜欢的话，他最喜欢的话，你知道他虽然在躲，可是他的脸很快乐，笑容藏不住啊。你看他那快乐样子无法挡，你看他一直在笑，就是妈妈跟喜欢女生的差别。他完全忘记我要去哪里了，他完全不在乎我在哪里。你前进一点啦，你快点啦。那你这样有感觉吗？蛮不错的。你硬了没？我不得不说，优娜的互动性很好。获得性感表演。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。你要看我，你要看我。喂，手扫上来，等一下。你被我抓住的感觉，类似这样。这套很夸张哎。对啊，
哪要打屁股？我您的屁股看起来比影片还好。真的？好，那我多比拍一个。对对对。有咬的经验吗？有咬的经验吗？你想被我咬看看吗？想被我咬看看吗？周围，只能看到那个脸。哎，不是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其他游戏呢，我觉得差不多你玩个有点像是前期20分钟到25分钟，就可以进入差不多实战的画面。从录影开始，我们起码已经过半小时，但没有进入实战画面，现在是怎样？前期做太久了吧？然后我只觉得我们现在窗口在外面偷看的感觉，很像是变态。那一脱掉是这个，噔噔。哇！那如果这样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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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奇，请问一下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整人节目？整人节目，虽然4月1号过了，但是它4月2号，四月一号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坐到那边，我们来聊一下刚刚的心得。好，嘿、hey, ，整游戏结束了，快乐吗，钟子通？如果你们没有出来的话，我会更快乐。那刚刚你还记得就是？你刚玩的什么？我刚刚玩的什么游戏？是不是这个面试有点硬？对。那你觉得刚刚就是被整的这段期间，你有觉得是被整吗？我就问嘛。我大概他进来，他突然那个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吓到。但是我就想说，你们应该是要跟女生玩游戏的企划，大概搞得清楚这个东西。所以你觉得是在拍片？对。要来问问尤娜，请问尤娜今天是第一次整人吗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整人。因为我觉得你做得很不错哎。真的吗？其实我很害怕，男生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，然后挥手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真的啊，然后他就怎样？这是什么？我教各位，这个是让你进警察局的时候有东西可以辨别的。那我最后想要请就是尤娜来推荐大家玩这个游戏的原因。这个面试有点硬，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大家玩？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女优跟女模，我们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就是让游戏觉得，哎，这真的是一件很真实的游戏。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女生，有不同的个性，有不同的身材，也有不同的脸蛋，任君挑选。对，萝卜青菜各有所需。对，是这样。但这个话等于说是你用第一人称跟女优互动的累积，对，反而它会有更多的真实，让你认真的去看你平常会快转的地方，但是这次这个游戏刚好可以让你好好的去进入那个 tempo。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，对，因为它会让你小晕，你知道恋爱泡就是要这么玩。有代入感进去的话，那我觉得就会更好这样子。这次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跟尤娜一起宣传这个面试有点硬，那也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买这个游戏，多多支持。今天的内容到这边，我是钟子通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The question is, are you ready for me? 都已经这么硬了，还要装吗？而且你眼前不就有一个很酷的人选吗？哎、欸，嗯，啊，你今天面试怎样？有没有硬？有点硬。